我决定把中华送给正太的抚养，让他给我们一笔钱，我给梅花治病，再买台榨油机，好让我再赚更多的钱，照顾梅花。 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？我是要卖掉中华，然后拿一笔钱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梅花，只有这样做，梅花才能过上好日子。 平平安安的长大，你要把中华送走，那是我们的儿子，你要把他送走。对，正因为是我们的儿子，我才有权利去决定他是否要寻找新的父母、新的家庭。可美华不一样，美华是雪梅的孩子。 是他拼了命生下来的孩子，雪梅在死之前跟我说，不一定要让美华过大富大贵的日子，只希望她在平凡的生活中成长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选择她自己爱的人。雪梅在临终前忍着最后一口气。 就是为了见上我一面，跟我交代这些话，所以我就算拼了命，我也会把美华好好的拉扯大。中华是我们的儿子，让他离开，他会哭，会闹。 他很快就会把我们忘掉，在镇江过上快乐的日子，这样对大家不都是挺好吗？他们是我们的亲骨肉阿族，他是你怀胎10个月生出来的。 你怎么忍心把自己的儿子送给别人抚养呢？十指都连心啊，阿祖，针刺到你的手都会疼的，更何况你身上的一块肉，硬生生挖下来送给别人。阿祖，你不要冲动好不好？郑太太她也说了，即使我们不把孩子送给她。 他也不会强迫我们的，可我们不能白白受他的恩情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各取所需。他想要孩子，我就把中华送给他，是把中华卖给他，拿着卖中华的钱去养美。 我们要是为了中华好，最好连他们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。只有我们锻炼，他才可能彻彻底底的成为他们的孩子。你要去哪，阿祖？ 正太的喜欢吃我做的花生酥，我答应过他，却一直没有做。阿祖，阿祖。
华，爸爸身体不舒服，不能照顾弟弟。今天你把弟弟带到学校去，记住，让他在教室里待着，别乱跑，知道吗？哦，好的。没关系，我正在等你。收养小孩唯一的目的，阿祖，如果你觉得因为美华不健康或者是有病，我们就会嫌弃她的话，不会的，我们不会嫌弃美华的。我还是想留个孩子在身边，将来我跟阿姨要是再生了孩子，也有个人帮我带孩子，所以就把美华留在身边了。我们把儿子送给你传宗接代，其实我们也舍不得，所以你能不能在帮我们还完债以后再多拿一些钱给我，让我没有后顾之忧。我不用太多，1000就行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太多？你觉得太贵了，所以不想出？不是的，1000块一点都不多，
只是，阿泽，我觉得这不像是你会说的话。你不像是那种口口声声说钱的人。我记得我刚认识你的时候，是在菜市场吧。你做生意的态度非常大方，不该拿的绝对不拿。但是你刚刚说话的样子，倒让我觉得好像像卖孩子，对吗？没错，现在我们家确实有难关过不去。我不缺孩子，你不缺钱，我们各取所需。周奶奶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谢谢你肯帮我。我给你一个健康的儿子，换一些钱改善我们的生活，应该不算过分。钱的事情不是问题，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。明天早上我会来的中华的。猪肚汤，这里头啊有酸菜和猪肉。吃饭吧。吃吧。怎么不吃呢？美华，今天又不是过年，为什么可以吃肉啊？哦，市场上的阿光肉卖不完，我就便宜买回来给你爸补身体，这不是便宜吗？所以大家一起吃了。来来来，吃肉吃。中华，来，你不是最爱吃蛋了吗？那快吃啊。美华，你怎么不吃呢？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问了你半天一句话也不说，光发呆。我告诉你，像天天这样的菜不是天天都能吃到的。你再闲我也只能做出这样的菜，我做不出山珍海味。好了，美华，别哭了啊，别哭啊，有什么事情慢慢说。不是过年，为什么可以吃肉、吃荷包蛋？一定是妈妈不要我们了，要把我们送给别人。我不要吃肉，我也不要荷包蛋，我只要在家里只有爸爸和妈妈。你别胡思乱想。谁说要把你们送出去了？小孩子不要乱猜，没有的事儿。吃饭吧。真的吗？爸爸妈妈，你们真的没有把我们送给别人？这当然是真的了，我和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她说她不会把你们送走，就不会把你们送走的。真的不会吗？爸爸，你可不能骗我们啊。快吃。吃吧。吃。
妈妈，你已经好久没有喂我吃饭了，我最喜欢你喂我吃了。中华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要学会自己吃饭。妈妈没有办法喂你一辈子的饭。你是男人，你长大以后就会像爸爸一样是一个男人，所以你要坚强，要勇敢，不能因为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不在你的身边，你就大哭大闹，知道吗？华，你自己去学校吧，弟弟在家帮忙。哦。姐姐再见。再见。我来了。郑叔叔怎么没来啊？他今天身体不舒服，在家休息呢。阿祖，太太你来了，进屋坐吧。好。中华，阿妈要跟太太说点事儿，你就在外边玩啊。嗯。走，叔叔叫你开车。嗯。郑太太，喝茶。谢谢。你们跟中华说了吗？还没说。说了，他也不一定肯听。小孩子还小，不懂事儿，所以先用骗的。用骗的好吗？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。小孩子一不顺心就会闹，讲什么都不会听。只要先骗过去了，过一阵子也就顺理成章的接受了。我没带过孩子，你比较有经验，就听你的吧。口说无凭，我特地立了个字据。自将小儿中华交由郑家抚养，传续郑家的香火，从今以后生父赵有义，生母陈满足，再无任何管理，双方同意，并无纠纷，特立此据以作凭证。
这是1000块，你们点一下。你把这个给中华，就说是你们买的。好的，我说服中华跟你走。市场上去做生意，你爸爸要在家休养，你自己去吧，晚上阿姨会把你送回来。妈妈再见，爸爸再见，我玩一会儿就回来，我会乖乖听阿姨的话，不会吵。记住，一定要乖乖听话。送走，妈妈要把弟弟送走了。不要，中华是我的弟弟，我不要中华被送走。中华，中华，你回来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答应妈妈说去上学的吗？你骗人！你说不把我们送走的，为什么要把中华送走？是我弟弟，我不要他被别人带走，我要中华，不要！你不是答应过妈妈，不骗妈妈的？你答应过妈妈要好好上学的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把你把中华送走，所以就跑回来了。你骗我们，我不相信你，你自己还说谎，那我也要说谎，因为是你先说谎的，我不相信你了。大骗子，你只会骗我们，你根本说话不算数。没有啊，你不可以这样说妈妈，妈妈被你说成这个样子，你误会妈妈了。我不要你，我要中华回来。美华，美华！医生，那到底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病根除呢？气喘不能根除，
但如果服用比较好的药，可以减少发病频率。情况好的话，发病频率会慢慢减少，但是这个药可不便宜啊。不管是多贵的药，我都要去看，只要能救美华，谢谢您，麻烦你好吗？哦，好。打完点滴我再过来。妈，药那么贵，我们不是没钱了吗？为什么还能买药？别想那么多了，好好养病。嗯，我老是在生病，老是拖累你，你干脆把我也卖了好吗？反正你都把中华卖了，你也把我给卖了吧，这样你就不用替我们担心了。你给我闭嘴。我是把中华给郑太太领养了，我们穷，我们养不起两个孩子，可是送走谁，对我来说都像断了左手和右手一样，我都会痛，难道我就舍得吗？要么大家一起饿死，要么各自分开过好日子。我也希望你们俩都留在我身边陪着我，一起吃苦当我。可是我这么做对你们不公平，所以妈妈只能把中华送走。你要怪妈妈狠心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要讨厌我，你就讨厌我，我是不会让中华再回来的。是，谢谢。谢谢阿姨。阿姨，你帮我买的玩具，我可不可以送人呢？阿姨送给你的就是你的了。你想要送给谁呀？我想送给我姐姐。我姐姐从来都没有玩过玩具，我想跟她一起玩。肚子饿不饿？阿姨带你去吃好吃的，我们去饭店吃好不好？好，走。你攻击，我撤退。再来。啊，中华，肚子饿不饿？那我们吃点点心好不好？好。是啊，那我可不可以带回去给爸爸妈妈还有姐姐，他们从来都没吃过，一定很开心。你放心好了，
你爸爸妈妈他们都不饿，你尽量吃吧。当心别噎着，慢慢吃。周华，该上床睡觉了。周华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，跟爸爸妈妈他们一起睡。现在晚了，明天再睡好吗？先去睡觉。真是懂事，凡事都想到自己的家人。以后阿姨会代替你的妈妈，好好的疼爱你，照顾你的。做完作业就赶紧去睡，把弟弟也叫进来睡觉。美华，美华。对了，医生给美华开了新药，说是能控制哮喘，调养身体，减低发作的几率。要是美华的病能好起来，那多好。阿祖，那药肯定不便宜吧？你是为了美华才把中华送给别人你好，他却一直这样子怪罪我。让他怪吧，当然儿女不跟父母闹别扭的，这样美华，这样美华能康复就好。你还一直缝着中华的衣服干什么？你不说我都忘了，不缝了，赶紧去睡吧，明天起来还要干活呢。
周华，阿姨今天带你出去玩好不好？我妈妈呢？你妈妈说啊，你今天啊可一整天都和阿姨在一起，想去哪玩？好棒哦，好棒哦！阿姨，那我姐姐可不可以一起来玩啊？你姐姐今天要上学，所以不能跟我们一起玩。赶快起来，刷牙洗脸了，快！好。明天就要复航了，我已经买好了四张票。那你回去帮刘露，我马上就带她回去。好的。阿姨，你们要走了吗？我们要回去了。真的？那我不就看不到你了吗？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啊，我带你回家，我们家有好多的玩具，还可以上学，还可以去很多国家玩呢。可是这样我妈妈会想我的。我可以跟你妈妈说一声。我不要，我想要回家。走。喜欢什么？这个还有这个。那个看起来也不错啊，买两个好了。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啊。这个来。多少钱？姐姐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些，她看到了一定很高兴。够不够？够了，够了。周华，周华，周华，爸爸，你开过刀的地方还会痛吗？还好，爸爸已经快好了。美华，爸跟你说，你呀，就别再跟你妈妈赌气了。你这样不跟她说话，妈妈会伤心的。妈妈。把弟弟送走了，那是为了中华好啊。郑家有钱，可以让中华过更好的生活。你应该为中华感到高兴才是啊。可是，我们又不认识他们家，万一以后我都看不到中华怎么办？中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郑阿姨呢？阿姨在市场逛街，我自己回来了。姐姐，你看，这是阿姨买的，很好吃的。中华，你怎么可以自己乱跑呢？郑太太找不到你，那怎么办呢？可是我想回家，爸爸，你也吃吃看。中华，你不可以这样子的。阿姨找不到你，她会很着急的。快带中华回饭店去找郑先生、郑太太，要不然等你妈妈回来，她肯定气炸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把中华送走。爸爸，你帮我们跟妈妈说说好不好？说我不要跟中华分开，好不好嘛？姐姐，你说什么？妈妈把我送给别人了。扪心自问，涌泉相
承认。